冲天哥哥，冲天哥哥，冲天哥哥，真的是你？你身上有伤，别到处乱跑。冲天哥哥，这簪子是你送给我的吗？我捡到的，反正我用不上，你就拿去吧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冲天哥哥，你能来看我，我真的好高兴啊。我知道，虽然你表面上看起来很冰冷，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但是你的内心其实是很热我们每个同伴的，对吗？我明白，你不是一个冷漠的人，我能感受到的。随你。仲天哥哥，你送我的礼物我很喜欢，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是我能感受到这簪子中火王的力量。我知道这一定是仲天哥哥亲手用火之灵力打造的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仲天哥哥，你能帮我带上它吗？仲天哥哥，仲天哥哥，仲天哥哥，你明明对我很关心，却为何又对我如此冷漠呢？